深渊十二层魔偶见鬼乱跑，怎么打？老深渊好久不见，都不会打了。想当年打三只见鬼都轻轻松松的，现在就一只，怎么这么难打？跑来跑去的。上半雷国或者仆人钟离队简单一些。下半百万伏特就可以，注意两只见鬼伤害比较高，同时打了好一些，不然会回血一次。闪耀时刻，别打了！不要紧，云影夜明。